各位观众，今天要给他看一下，这什么超大的鳗鱼耶，这个多少钱？60耶，超大的，看我小指头，有没有正常寿司？那你寿司给大家看一下，正常的寿司。我放旁边，好，我来。这是正常寿司，这超大的鳗鱼，吓死了，这比例超太多。这要怎么吃哦？新的40块。草莓、红玉。我的面好好吃哦，超香拉姆。我刚想点这个嘞，有点香。要多少？80，最贵就80块。啊，要开动喽！